那你们直接到错开掉。九月啊。可以吗？好，这个礼拜可以。我们会需要那么多天吗？不是这两个礼拜，不会吗？其实有可能。为什么你们要聚？可是这聚那么多次啊？好猛哦！哎，对，怎么用的？不会用那么多天吗？可是这种放之后就会没，而且因为来之前放了四五根，然后跟你是一二六二八零，哦，二八零。我是这样想的。嗯，我想一下，你看你是他们这样想的。哦，好。那这样三一根。那是这样的哦，那就错开了。